我们先来看这台 Pentax MV1、哦、那这台配的是这个 Tamron、哦、for Pentax 的这个镜头、哦、那这台好先跟大家看、哦、这个快门、哦、可动、哦、快门可动、哦它的这个前后、哦、皮革、哦、机身皮革都贴合、哦、那上方、哦、上方、哦、金属机壳的部分、哦、大家自己看一下、哦、自己看一下、哦、底部哦、底部的这个部分，好，好，那它这个长毛绒的这个胶段，哦，这边有写，哦，35-70，哦，1:3.5-4.5，哦，好，镜头拉近给大家看一下，镜头拉近，镜头的这个部分，哦，那这个也可以做更换的，哦，你自己有镜头也可以做更换，啊，好，看一下这个底片式的状态，底片式。再看一下，啊，这个镜头，啊，这个机身，啊，正常可动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台 Pentax MV1 的这个视频，谢谢。